现场的观众朋友，总统现在目前已莅临到我们的现场，请我们所有现场的观众朋友报以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总统。感谢总统特别百忙当中莅临我们的现场。然后大家非常的热情，总统好。是，那么我们希望能够在音乐会的开始之前，是不是也能够邀请总统来跟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说几句话呢？哎，我们屏东的大家长，我们潘县长，我们在场的各位贵宾，那么在场呢，还有我们驻台湾的使节团里面很多的重要的成员都在这里，那我们高兴也看到使节团也一起来参加我们今天的总统府音乐会在屏东。那么看到现场这么多的屏东的乡亲，尤其坐在前面的都是小朋友，而且还穿得很漂亮的小朋友，看到的非常的开心。那么去年我来屏东参加音乐会，那个时候我有告诉潘县长说，我们总统府的音乐会会到我们屏东来举行，而且在这个新成立的这个音乐厅里面，跟我的乡亲们一起来享受一段音乐的飨宴。那么这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快乐的时光。那么今天在我们县政府还有我们国家这个表演艺术中心的通力协助之下，那么让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来欣赏我们的音乐的表演。那么今天音乐的表演主要都是由我们在地的表演团体，还有我们屏东的子弟，那么很多的音乐家都来自于屏东。那我们今天会看到屏东的音乐家的创作的表演，那我们作为一个屏东的子弟，我也感到与有荣焉。那么今天的表演有很多在地的元素，有很多我们屏东的文化，那么尤其是我的家乡，在屏东南方的家乡的思想起，就是今天的主题，所以我也希望待会可以听到思想起。那么后天就是端午节了，在端午节的前夕回到家乡，跟家乡一起过节，在过节的前夕来享受这个星期天下午的音乐会，我也觉得非常的温暖。那么感到在这个团圆的时刻跟我的乡亲在一起，我是非常非常的高兴。谢谢大家今天来参加总统府的音乐会，谢谢。感谢总统在我们的音乐会开始之前给我们带来这一番非常温暖的话语。我们台湾因为有好山好水，所以呢每个地方都是好地方，当然我们屏东也是个更具非常特别有特色的好地方。我想大家应该都记得有一部电影叫做《海角七号》，在这部电影当中所描写的国境之南啊，你会想到一首歌曲，或者你的脑海里面会开始有了画面。对，指的就是屏东。屏东它因为呢位处在北回归线以南，所以除了高山之外，在一年四季当中我们拥抱着是非常热烈四射的阳光的气候。
当然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关系，三面环海，所以就形成了成为我们台湾非常受欢迎的水上景点活动之一。当然不仅如此，我们的屏东它还拥有着非常丰富非常丰沛的人文景致，包括像是闽南啦、客家啦、平埔啦、眷村啦、原民等等。另外它也具备了非常多样的自然景观，蔚蓝的海洋、宽广的平原、耸立的山林，这些都造就了我们屏东非常蓬勃的发展，像是渔业啦、林业啦、农业啦、观光业。而你我今天在此，大家就在屏东这个最崭新的音乐厅，所以我们就汇集了各种多彩多姿的内容的表演，包括有来自屏东里港国小，还有我们的牡丹国小，这群非常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是我们的文化小幼苗。另外有来自屏东大学音乐系的管弦乐团，他们是活力充沛的崭新的音乐人。另外有我们来自在地的歌谣歌手，包括有原名的、有客家的创作歌手，还有非常专业的作曲家、指挥家。再来就是象征着从我们的屏东音乐教育工作者的手中接下了传承的棒子的这些职业级的演奏家。所以我们的音乐会有在地也是多元。在我们今天的音乐会当中有三个非常重要的理念，第一，在地的传承；第二，多元的人文；第三，公益与文化平权。我们希望为大家所展现的我们的屏东的乐音，从古典音乐到在地歌谣，有演奏也有演唱，有我们崭新的音乐人，有非常精湛的职业级的演奏家，我们齐聚一堂在舞台上面来做呈现。所以我们接下来就要用全心全意来为大家呈现这场总统府音乐会。现场的观众朋友，是不是带来你们最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总统音乐会正式开始。Thank you.
出生于屏东万丹的李淑德，在台湾省立师范学院求学期间，原就读艺术学系，却因当时的四六学潮，让李淑德转投入了成为他一生直至的音乐殿堂。在省交服务期满之后，28岁的李淑德只身前往美国修习琴艺，以成为小提琴老师为志，并成为台湾第一位留美小提琴硕士。复回台湾的李淑德，在台南的 3B 儿童管弦乐团以及台师大音乐系执教。为了发掘具有音乐天分的孩子，李淑德南北奔波近20年，目前国内多位重要的小提琴演奏家，如苏振图、林昭亮、胡乃元、吴廷玉、陈庆红、郑俊腾、简明燕等人，都出自其门下。李淑德就像母亲一样，严格却温暖地培育这群音乐的种子。学音乐不能只是关在房间里学，要从宽广的生活经验中体会艺术，启发潜能，才能丰富学习音乐所需的调色盘。李淑德在教学上严格的要求扎实音乐基本功，以及完整练习适龄的各式练习曲。课程之外，也带着学生们体验人生，亲近大自然。从1965年返台任教至今，已逾半个世纪，李淑德持续用爱与热情肩负着传承台湾音乐教育的重任。他是严师，是慈母，李淑德将小提琴的教学视为他的职责与生命，为台湾乐坛培育出许多熠熠发光的优秀小提琴家，其卓越的教育成就与多姿多彩的人生历程，也持续引领着我国小提琴音乐教育发展的方向。中华民国106年5月22日，各位贵宾请起立，恭请总统授勋。真是啊，真是第一张，还有请示啊，哦，牌呀、啊，哎，对对对对对对，给你打了。谢谢总统啊，有机会又回来这里，以前都总统我也来过。祝你成功啊，不要做得太累。还有又谢谢我纽英格兰的学校，给我都没有付过钱在美国。谢谢谢谢我几个好老师好学生呢，这他们都我很小就教的，这个都幼稚园的时候就教啊。屏东有音乐会我不能回去了，就是我不能去了，他们叫我回去我不能去，所以就麻烦你们俩带我去啊。我只会教小提琴，我不会讲话。
Thank you.
乃爱是原住民对客家人的称呼，因为客家人在称呼自己的时候是乃，所以他们觉得客家人在讲话的时候都乃乃乃乃乃，所以他们就称为乃爱。那在这里乃爱两个意思，一个就是客家人，一个就是我自己。我从另外一个族群的角度回头来认识自己，知道自己是谁，该往哪里走。下一首歌是阿梅，是我写给我母亲的歌。那因为我在屏东出生长大，然后在这里生活工作，那其实对我来说，屏东就像一个妈妈一样，她奉献她自己，然后滋养着这块土地上的每一个人。所以我今天也要把这首歌送给屏东，送给大武山美丽的妈妈阿梅，谢谢。Thank you.
Yeah.
在我的部落牡丹乡，我算是一个还可以唱歌的孩子。我希望可以透过自己的歌声带给我的族灵勇气，然后用自己的歌声来赞美自己的族群，然后也给台湾一点力量。所以接下来我带来我的创作，为彼此歌唱。一沙子爱呀，是那是那一马不呀跳耶，一沙子爱呀，是那是那一马不呀跳耶，一沙子爱呀，是那是那一马不呀跳。
Masaru， 谢谢。
刚刚你所能听到就是来自我们的牡丹国小歌谣合唱团他们的演唱哦。我发现这群小朋友们呢，唱到后面来的时候越来越开心了吼、哦。哎，这也是他们最后一首当中的《撒子爱》的意思哦。其实就表示他们要很轻松的带来这首歌曲。不过我想呢，在今天音乐会当中，我们也从他们清亮的歌声当中，象征着音乐会在这里呢要告一个段落了，即将就要结束了耶。我觉得非常舍不得，我们再次的欢迎我们今天音乐会所有的演出人员再次的来到台上好吗？我们感谢我们牡丹国小歌谣合唱团，我们来欢迎临港国小的弦乐团。这支弦乐团非常的优秀，他们是以小提琴来作为普及教育，真是相当的不容易。接下来我们要来欢迎的是口笛鼻笛传艺师邵尼瑶。继续要来欢迎的是我们的客家歌手邱丽玲。来欢迎我们的台湾族创作歌手，也就是戴小军，小军。另外来欢迎的是在我们今天的礼俗的礼赞当中来我们演出的有四位的弦乐家，来欢迎的是陈庆红、吴廷玉、林世凯、谢怡君。是的，那么在这回呢，我们还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张颖芳指挥以及屏东大学音乐系的管弦乐团。那么就诚如我们今天在音乐会当中在开场的时候所为大家介绍的，一路当中我们听到了各种多元不同文化在我们的舞台上面一起来融合，我相信此时的我们不管是视觉或者是听觉都是非常满满的享受。而在这回我还记得在我们今天开场的时候，总统也特别提到他好想听一首歌哦，那首歌叫什么？对，我们怎么这么有默契呢？但我们待会儿要来聆听的这样子的一个版本呢非常的不一样，这个版本呢不同于以往你们所聆听的，我们要来向我们的屏东的国宝来致敬，再次带来你们这里的掌声来欢迎他们所带来的精彩演出，掌声欢迎。日头若出来哟，是满天红。迄个放了过去哟，是风干。哎呦喂！迄帮阿狗啊，你来小听的汤。哎呦喂！哎呦，疼痛小妹仔，阮是做工人。哎呦Thank you.
听的思想起，一边聆听一边心里面就跟着唱起来了。不晓得总统有没有满意喜欢吗？如果不喜欢的话，等一下要帮作曲家打屁屁哦。希望总统喜欢，我们也演得好开心好开心哦。那我想呢，今天呢音乐会在这边真的要告一个段落了，大家舍得吗？
一定舍不得。我们要再一次回到时光隧道，再一次的来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演出者们。我们要来感谢的是我们牡丹国小传统歌谣合唱团，以及我们的口笛鼻笛传艺师小尼瑶。我们邀请他们来到我们的一楼，因为在待会儿呢，我们要一起做一个大谢幕，一起为大家做一个敬礼。继续，我们要非常感谢来自是我们的四位弦乐家：陈庆红、吴廷玉、林世凯、谢怡君，带来非常优美动人的弦乐。继续要非常感谢的是我们的客家创作歌手邱丽玲，感谢丽玲今天带来了两首歌曲《爱爱》还有《阿梅》。继续我们要非常感谢的是台湾族创作歌手戴小军，今天也是带来非常原始而且动人的声音。那么继续要来非常感谢，就是我们在左前方的这群可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他们是里港国小的弦乐团，非常的不容易哦。这支弦乐团他们的资源虽然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呢老师呢非常的热诚，而且他们是以小提琴来作为普及教育，真的很不容易。继续呢我们要非常来感谢的就是刚刚我们所能念这首叫做什么，不是想起来哦，是思想起，是我们的屏东国宝，我们在做了这个改编，所以我们来欢迎我们的编曲家刘胜贤老师。欢迎我们的作曲家刘胜贤。那么在待会我们要欢迎的就是我们的牡丹国小的合唱团，还有小尼瑶，他们也会来到我们的一楼区域。我相信呢大家在今天约会当中非常充分的可以感受到，当我们走进不同文化的门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会想到那我们自己是谁。而在台湾最宝岛而且最珍贵的资源财产，就是我们拥有这么多各种不同的多元的文化，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有闽南，有客家，有原民，有各种各种不同的种族。那么牡丹国小合唱团以及小尼瑶也都来到前方了。那再来呢，我们就要来非常感谢的是我们国家交响乐团的驻团指挥，也就是张颖芳指挥，感谢您。以及我们后头的屏东大学管弦乐团，非常感谢你们带来非常精彩的演出。那么在这我们要邀请所有的演出人员，我们要在这边一起向我们所有观众们一起做一个敬礼，我们一鞠躬，谢谢大家。非常感谢今天我们所有的演出人员，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刘胜贤老师邀请刘合唱团以及弦乐团的同学们一起回到我们的台后。那么我们的今天包括屏东大学管弦乐团还有我们的张颖芳指挥呢，也是相当的辛苦哦，因为我们在这两天的排练当中也是承蒙他们一路的陪伴着我们。那我们在他们正在收这个做一个场地的整理的同时，在这边要预告大家，今天呢真的是很难的机会，我们今天可以在这边跟总统一起听音乐会耶，非常难得。所以呢我们要预告大家，待会我们邀请所有的观众朋友一起来跟总统合影留念。我知道你们心里面在想着打卡，对不对？想着希望能够有一个跟总统的合照。来，我们这回就请我们的观众朋友可以呢来看到我们的前方，然后呢拿起你们手上的这个节目册哦，有没有总统府音乐会的节目册？只有你们有。那么我们要再我们看一下我们台上的摄影师在哪里，我们要请我们的摄影师也在我们的二楼区域来做一个就位。所以我们今天的这场的座位呢是有限的，但是呢大家都可以好好的来珍惜一下，我们大家一起留影进入这个框框里头。好，我们的摄影师已经来到二楼了吗？好的，等一下要看楼上的摄影师哦。